我发觉越来越多的小姑娘欢喜过圣诞节，但是呢，伊拉又不是真的欢喜过圣诞节，伊拉就是想拍照片。但是那个拍照片老讲究的，必须要有棵圣诞树。搿照片是哪能拍法子呢？我就要帮大家稍微总结一下。就这样，搿圣诞树后头必须要有礼物了。搿礼物里向有物事没物事无所谓，但是一定要有老多种礼物里头，最好一定要有牌子。具体啥里头无所谓了，就是老早买个大牌，侬不舍得掼个种里头，对伐？还有种炒货，还有外婆做针线活，单买两块去洗，侬侪掼了去。搿圣诞树后头堆着水，还老拍满个种感觉。啊，我来一定要拍照片，老注意的，就哎，一定要撅起来。有时候露个香肩，但下头衣裳一定要撩起来的。搿光一打，哎，要欲拒还迎的感觉，哎，手要做好。但是边做，侬边要往下头后。最好哎，弄个气球，哎，气球摆老远，三只前头，哎，这个样子，显得自家面孔小。哈，有讲究啊，就是一定要，哎，衣裳撩起来，这个屁股朝外面，头发往后头撩，只要往远的地方看，或者往圣诞树看。显得个裤子老高，就显示你没看到裤子是这个感觉。侬看好，伊拉拍照片最重要的点就是阿姨妈妈欢喜橘子，伊拉欢喜一只苹果，哎，要毛不毛那种感觉。好，哎，头发一撩，就好像那个寻礼物一样，好像打开礼物老惊喜一样的。哎，发觉正好是自家欢喜礼物，这礼物辣辣举，哎来，伊拉欢喜冷不伤，好像被人家偷拍一样的。